兔子和蛇，兔子和蛇。你弟弟做什么的？啊，对对对对，那就是那个种菜的。他是种菜还是种菜啊？没礼貌，对，不可以这样啊！你看到吗？兔和蛇都出现了，所以你叫你弟弟去跳楼，跳不死啊！不可以了啊！他弟这个是百分之百的贵人命来的，很好的啊！你弟弟长得好看吗？我们助理现在 offer 啊，我们助理都没人要，都大减价。你娶我的助理，他还有爸爸妈妈送给你呀、啊。P boy 啊 ，P boy 头铁，这个不要结婚，慢慢看，慢慢选，懂吗？啊，慢慢选，选到一个好好的，做三件事：租一个房间。灌他红酒一支，把他搞了，就结婚了。这种命格的人很好的，啊，他不发财，不是因为他倒霉，是因为他懒惰，所以他一定要发财的。他不发财，我头跟他弹下来，危险了啊，危险。好，所以大家都看到哈，这个是真正的，有没有这样？有哦，喏，是不是人鬼，对不对？蛇和兔是不是啊都有。那么他是在早上出生的嘛，对吧？早上出生当然就是蛇居多了，刚好是坐下的 percentage 啊是吓人的啊。而且大家又不知道一件事了，刚才我们说的嘛，有大福贵人嘛，大福贵人的。所以鬼或者人呢，只要遇到了乙卯这两个字啊，都不得了，都不得了的。什么卯都好，但是乙卯呢是占有千个 percent 的。所以这种八字，34岁了，驾什么车现在？我老驾烂了，金环路啊，我为他烦恼啊，真的。最好呢是有 Rolls-Royce 的钱，不嫁 Rolls-Royce 那我还能原谅了，萝莉都被拖走那就稀奇了啊。所以啊，叫你的爸爸，你爸爸还在吗？我弟弟。你弟弟啦，对不对？你爸爸还在吗？在不在啊。叫他把他，哎，你和他是一个爸爸哈、哦、啊，因为我不一样，我有三个妈妈。啊，那个死那个爸爸的那个骨灰啊，一定要放在眼睛，懂吗 ？Eye level 的，这样才能光宗耀祖。当然，他不需要这些帮忙。啊，他直接可以进基督教、天主教，不用紧的。但是有多一点这种东西来帮忙，让他起来，啊，懂吗？他如果不是做这种杀生的行业啊，因为有时候要农药嘛。啊，他会更好，会更快。但这个的话呢，所以就教他了啊，要会念经啊，啊，会撒天马旗啊，那边啊，天马旗好像这样子的。你看天马旗一直在动，对不对？这样子上面的要掉了，掉全部了，给他去动了，这样是很好的，真的很好的啊，不要浪费掉这个。这个八字是今年最好的。但还在嫁萝莉哦，嫁！我23岁就嫁玛莎拉蒂了，那还真……不过他的萝莉是玛莎拉蒂的 blender 是吧？啊，一定哪里出了问题？真的？嗯，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，有可能是自己不会经营。对啊，你看卖杂菜饭的，你卖杂菜饭，人家卖杂菜饭，人家杂菜饭开200多间。对不对？他的杂菜饭呢，只有20多样菜啊，也是也不错了，但是就是发达不起来，为什么一下？对不对啊？所以要好好的做啊。好，这个，谁啊？人和鬼，兔和蛇啊？你看，
刚才说的乙卯嘛，对不对？他丁卯，所以啊，不容易遇到的，啊，他遇到的也是不错，卯，啊卯。那么他是在 PM 出生的，所以是玉堂，真的是卯，所以是大大玉堂星，啊，所以对气质要很讲究，啊，啊，男孩子笑的话气质就哈哈哈哈，这样子，女孩子就哼哼哼哼，啊，是很好的啊，所以你要去找什么？你如果要找蛇的也可以。要找蛇也可以，无所谓了。找兔子的话，是你是兔，你是属兔了吗？啊，这个谁？66年的啊，你的是牛和羊，牛和羊啊，有没有牛？没有。啊，啊，然后呢？因为你是属于玉堂，所以找羊会比较稳一点啊，去找羊啊，去找羊，羊。羊没有哈，羊没有，羊没有的话，羊肉汤也可以。羊没有就没有了，没变了。哎呀，没变了，啊！所以带香河链也可以，香河的链啊也可以，因为你是马嘛，马羊成火嘛，啊，可以可以带。OK， 这个这是谁？你的啊，你的也是兔和蛇。那到底是兔还是蛇？你看，又是乙卯了。早上，啊，早上的，所以早上的应该是蛇，你怎么变卯？这个也是翻版的，啊，但是它有两个哦，一个两个哦，所以两个天理贵人，应该也算是不错的，也算是不错的。但是如果是蛇的话更好，所以你要去找蛇的朋友。好，找蛇的朋友。哦，这14的，14是谁？你的啊，你的也是一样，兔子和蛇。那么有没有兔？有没有蛇？没有。啊，真正的时间呢？因为你的是夜 PM 的，所以是找兔子比较好一点。啊，找兔子。所以你身边一定要有属兔子的人来帮你，因为你这个从6岁开始到86岁都没有看到兔子 ，maybe 96会看到了。到底啊，干够啊！找白兔找到那么难了 啊？那等兔年，要不然直接找一个兔子的老婆，要不然找一个兔子的朋友，啊，跟他好一点，啊。15是谁？你的，好，你的是牛和羊，啊，因为你的时间是 PM， 所以是天理贵人是牛，有没有牛？你是啊 AM 对 AM 是牛，有没有牛？没有，这里呢，16岁的时候有，现在没有，现在呢也没有，所以龙中不，啊。这个呢，啊，没有就没有贵人，没有就没有贵人，会有的，12年里面一定会有2次的，啊，只是不常遇啦，不常遇到，啊，所以没有有也不用紧，啊，我们6点有一个那个贵人法会嘛，啊，就让你们去求贵人法会，啊，启动我们的贵人，打电话给他，叫他 help me， quick， I want to die， 76的又是谁？啊，好，这个是马和老虎，好，马和老虎，所以你是 AM 的是吗？好 ，AM 的马和老虎有没有马？有没有马？没有，没变的，好，好，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了啊，这个呢是那个感恩的。啊，你们在哪里谢拜太岁啊？有曾经拜过太岁的，要记得啊，要谢太岁。我们也叫感恩太岁。那时候在巴厘岛已经那个配套了。嗯。经理帮我们谢了对吧？对。啊，不是，那个是谢太岁，也就是说答谢他那一年来帮我们。这个呢是年尾的感恩，懂吗？
好像我那时候在台上有讲过，我送你东西，哎，谢谢，这样子，哎，东西做好了，哎，答谢他，这个年尾就是感恩，啊，你要读他的四文你就知道，你读了一下你就知道是感恩他，所以我们这边有写，你看感恩，好，所以我们每年拜太岁的时候一定要谢，啊，好像我们拜太岁，太岁速来。哎、hey, ，Thank you 啊 ，Brother，OK，See、okay, you tomorrow。那他就回去了，谢谢他 ，Thanks for coming， 懂吗？啊，所以这个是要感恩他。然后这个呢是家庭的合家的。明天我们有一点有那个讲座啊，风水的啊，你们可以来听啊。然后之后呢，我们还有3:30，还有一个财神的聚法啊。这个呢，为什么现在？要筹备到那么紧，因为有可能12月中，所以有可能12月中我要去西藏了，啊，现在去到很想自己买一辆飞机下去，只是没有指南针了，没有道路指南，啊，如果这次去的话就很冷了，啊，那个是很冷的，很危险的，很冷很危险的，有土崩了，等一下，啊，所以我们赶快在这几天，12月16号嘛。12月16号就是我们的拜几啊？啊，不是不是，12月12号是星期六。啊？16号星期六啊？哦、oh, ，OK， 16号星期六啊。那16号呢，我们就有那个太岁的法会。但是有些人今天填了，对不对？拜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跟你拜哦，现在我们是准备跟你准备。啊，16号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全部帮你们做好，你不用担心。啊，那有些人16号他要来参加的也可以，要来参加就是念刚才那个誓愿文，所以现在一样，大家休息，等到如果要参加了哈，不要参加，现在可以回家了，不一定要参加了啦，没有 force 的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已经帮你们你看到这些红包吗？就是有很多人他们点这个点香，点这个叫线香，家里面啊有的时候可以点啊，但是我们卖到完了啊，我跟你们说很多次了，你们不要把我们这边的香当然是糖果啊，你们烧得很快嘞，你懂吗？这个香你们也可以烧啊，然后有很多人他们放一个意式的红包，对不对？我们有用的，我们哪来没有乱用啊，没有乱用，我们呢把你们的红包拿来买那个花，看到吗？花，啊，然后放水，然后念经加持，然后你们洗脸了之后，对不对？啊，洗脸了之后是不是要用那个吸油纸？是不是 ？tissue 很小张嘛，吸油纸很大张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也是从里面的钱拿出来去买的，没有报公司账的。啊，所以这个的钱是这么用的，啊，告诉大家是这样啊，我们没有乱用，啊，没有拿去买别标，啊，丢逃标，啊，那么等一下我们才会做加持，啊，大家在上面还是去外面走走一下，啊，去外面走走一下，等一下我们会做加持，所以这个等一下会给你们洗脸，啊，也可以，记住，如果要拿回家，你们自己去外面买那个矿泉水，买一个贡。哎，你买这样供就好了，你不要买那个大鸡的嘞，我不够啊，这样供就好啊，小小供的啊，记住你们喝要这样喝，不要，因为放这个甘露水是不可以用嘴巴的，好，你们就这样喝，喝完了 OK 好，然后才来装了之后拿回家，尽量今天把它给冲完，或者明天赶快把它给冲完，或放冰箱，啊，放冰箱，然后赶快把它冲完。啊，这个是很难得的，很难得的啊！刚才有人说，可不可以拿了之后去赌场？赌场你拿整尊佛去也是输啊，是吧？啊，好，你们休息一下。